好啊，OK，可以关麦了。还有管理员吗？是不用关啊，因为我们往上调就好了，那个就跟昨天玩的一样啊。死掉的话就死掉了，往上上回去这样的。会就是对，就往那个今天往，直接是往下是不是？往下繁星那边。就可以往下。好啊，先准备好先。先下去。可我应该差不多要凉了。你也知道你要凉了吗？开台了没有？开了。怪我！开了开了。当然就怪你了。兔子要玩啊！兔子还没。没有。哎呦呦！可以啦。还缺两个。我们这边有多少人？超过很多人。Joko 应该是等下才回来吧。Joko 应该要洗澡嘛？对啊，对啊。洗澡。我们可以先来。要来吗？差两个哦，好啊。啊？怎么又跳了？怎么又？你干嘛？我冲出去了。你是不是不想 ？Sam， 你怎么又跑走？你们都离开了，你们都离开吧。离开了。等我一下。是啦，我回来了，见了啦。他突然跳出来等你一个，但是你又跳走了，森姆。啊？为什么？对，跳走啦。你的电，你的网络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？你要不要重整一下？哎，还是 Joko 不是说他也有 VIP？ 我没有。哎，好吧，我开了。梦梦，我是梦梦。夜猫有。我开。夜猫你有？等一下，我把整个网络关掉重开。可以氪金呐、啊。等我一下，氪一下就氪。529。好，529。你先打好密码再讲吧。有，打好了，设定好了，设、啊、定好了。我进不去，还要 VIP。你要 VIP 哎、欸。哦，因为我是 VIP。哇，设定好了。VIP 才能玩哎、欸。哇，这个因为我们氪金太高了。我不知道那个、啊，我第一次开、啊。哇，要钱才能玩的游戏哎。哇，痛苦，可以氪金游戏耶，名副其实的。我又是四号，没关系啦，又是护士的四号、啊。我希望我今天不要中那么多职业啦，有点可怕。第一个打我都好。哎、欸，当护士可以插包人，可以。可以啊。我是四，其实很早以前就有想过要跟你们玩齐乐同乐的，可是当时太乱了。现在的吗？现在五二九。哦，现在五二九，我等一下。我可以先装病，我算上病床了吗？我要把大家都做朋友。是谁啊？哦，乌鱼。哎，看起来就是没有放头像。我不要加亲好友，感觉会头痛。是大阪的麦太敏感吗？太敏感吗？哎，对，是你的。刷。海带呀、啊，海带。你叫海带吗？来啊，好吗？嗯。翻球。等一下，我在找了，我在找嘛。我来，一二三。已经残光那边。啊！再来。一二三，嘿，嘿。哇！哇！叮叮，没有，他不在啊。推死，断掉了。好，我回来了。还回。好像有比较快。谁接不了球就打谁。等一下，没有接到球就狙他。那就微微跟杰少同时按啊，往中间传，看他怎么接。哎、欸，房号改了。529。直接。等一下。海带呀，那边是右左。海带。哎呀，北齐有看啊。哎，我在老巨旁边呢。哎，不对，没有表情，我跟一般的表情而已。我想要氪金买表情。啊，氪啊，氪金啊，氪啊，缺一，氪，缺一啊，氪，氪，哇，就可以来。
客气来。我只想问氪金可以干嘛？哎、欸，买衣服、啊。有人是不是去氪金了？没有。哦。有人受不了去氪金了。有一个，有一个。嗯。就是要氪金的。好，就这些，然后就直接显示 VIP。最近骑了一堆玩，因为狼人杀。那个我游戏卡掉了。卡？什么叫卡掉了？啊，不是，跑掉了。跑掉，游戏跑掉。好像是卡掉了。捡起来。我们最近可以玩传球了，来。啊，传球，耶！好，谁开始啊？耶！我希望我还是一号传球，哇！哇！一号传球 ，Go！ 上暗错。完全不理，哎呦了！乖乖，五号是凶手，跳他，跳他，等一下，等下狙他了。他手机，你手机哦，欺负人家用手机。对啊，他手机啊，你查查，一个霸凌概念。哦，报名不要了，怕怕的。左还有人吗？缺一个。观战对啊，乖乖观战了。我的是。观众可以观战的。没有啊，就看我台就好了。对啊。可是打在聊，他打在那个游戏聊天室。哦，那个。不一样，他等一下就会锁起来了吧。对啊，直接当上兔崽子也不错。三根香，开始祭拜，开播前，然后要先拜拜，对，开工前啊，先拜一下，对，开工前拜一下。等一下举的猫猫应该会是警察，举他。嗯，说还有人吗？都氪金，我没氪啊。哎、欸，我没氪啊，一个，还差，还差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不要来，不乖的。木瓜在观战。我刚刚回你啊，跟狼人杀不一样啊。木瓜在。狼人杀，狼人杀只有一个预言家，这个有三个，这是看人数决定。你这样子也可以哦。哦，满人的，满人的。没打我。满人。我来乱的，我来乱的。乱来哦。乱来咯，乱来咯。哎、欸，那个花是怎样？对，声音好像有点大，是哪一个啊？我找到了。该不会是我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是这个模式？怎么玩、啊？哦、喔，这个就是这个人不能被查，也不能。哎、欸，哇哇，金姐啊，哦、好强哦！我们下去。哎、欸，僵尸没做事啊！再见了，我忘记关 YT 啊，关 YT， 没有 YT 有回音啊，好好惨啊！这个狙击手，你怎么可以忘掉关 YT？ 我真的受不了你了。我查到了，护士，等一下保我，拜托。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骗我怎么办？假的。我等一下查你。然后他下一回就被毙了。我是好人哦，不要听他们乱说哦，我是好人，不要，我是好人。昨天也是这么，好不好？你昨天也是这么、哦，他们投我啊。那你为什么投我？太难过。报名了，这边都报名了。哎、欸，没有狙击了哦。没有，狙击没了。好吗？下去哦。我怎么了？这个你被牛仔打死，这个是牛仔。有推单，推单，有单吗？牛仔是牛仔的功用，就是他可以一直射，但是他不一定狙得到人。对，他有推死，推死啊？是谁啊？单单单单，大板。牛仔是算好人票的，牛仔是好人的阵营，所以其实警察可以给牛仔单。了解了。
对，就是相反的巨单啊。哇哇，很强啊，真准。哇 ，double kill。好怕，我会不会被车撞啊？哎，我死了，对不起。完，你要忘记上去是不是？你是被绑架是什么东西啊？他不能被查，不能做事。我记得是都不能做事啊，也不能查到他的样子。被锁着。就什么都不能杀、啊啊哦哦、太会杀了吧，这牛仔的枪法真的是哇，有推单吗？还是不要等推单，我直接讲好了，直接讲好了。对啊，小丑，他是小丑，小丑，嗯，这是关人的，关人的。小丑是干嘛的？哦，关人的，关人的。你关他，他晚上什么都做不到。就是那个绑。僵尸出来了。僵尸不死了吗？可能他有咬到人啊。他第一刻第一天晚上有咬到人吗？哎、欸，我死了、欸。对啊，故事应该没有真的吧？啊，我要打推。哦。啊？是谁？嗨。几号？什么几号？四号。哇！哎、欸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这是谁？谁？哦，是捏捏啊！那是捏捏，那只是捏捏。四号是奈奈啊，男的奈奈，耶！我每发都中了。你中什么？你都杀到警察、欸，你是好人呢、欸？没有，我就杀到一个而已啊，我又不知道。哦，我其他都我就照你们的，好可怜，被单射了。然后他被救了。重点怕是怕说你炸膛，你知道吗？你开太多发枪、哦，你会自己死掉。第三发有几率会炸掉。哦，那我以为绑匪晚上被警察查到会撕票。哦。警察杀人哦、喔！查到了吧？奶奶查到了吧？查到了吧？二啊！知道哎，丧尸开始出没，有人被咬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教主，我是有咬，无名。牛仔抽到成二子弹，那是什么概念呢、啊？就射两发，反正那射两发会打两针呢？射两发会怎样吗？杀手，就射两发。诶，为什么阿贝被打两针没事情？没有 他有被救起来，他是打一针被救一次，所以那针抵消掉了。嗯，哦，对啊，他被救过了。我连续48都是成二，就输了哎、欸，输了，应该输的，输了应该是没护士了。哦哦，哎、欸，还有机会，对吧、啊？还有一个啊，输、了，还有一个杀。可是刚刚捏捏是不是跳了？一定跳的啊，他应该跳出来了，我觉得他应该跳出来。捏捏应该是跳了吧？对他跳了，他第一个投了七名。嗯，哦、啊，结束了，上、啊、去吧。好，还有针吗？医生没针了、欸。那我改职业吗？哎，我已经没针了。我觉得你要改一改。看你这样自扎哦。我射死一个杀手阵营，射死一个。他没针了啦，他要是再有一针，我们就赢了。对啊，没办法。对，要不要改？因为我先被砍了一刀。我先被要改回去。有人在问四号是吗？职业要改怎样？四号不是捏捏，四号是真人的头贴吗？对啊，他就是日可达鸭。对啊，哇，他看起来那么大、欸。日可达鸭。什么？四号是真人？哪里？什么？笨啊！笨人一下，我要每场都要顶这个。这游戏可以用电脑代打的。我说职业要改，就改大家熟的啊，不然不熟。对啊。就是就把僵尸小丑和牛仔弄改回那个反恐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为什么？还是你那边看我还是？原本的名字我改，你们看八号头贴多可爱啊！他要过一下子才会改名字，名字不会马上改。赶紧去死啊你！赶紧去死啊！我跟你讲，所以是五个警察，五个杀手，没有啦，四个啦。你把要四个，四个啦。没有改模式不就好了？警察，一样护士，一样狙击手。那个模式改成模式改就可以了。哦，改哪一个？第二个吧。反恐。反恐是正邪对立啊，反恐吧，反恐精英是 CS， 前不是都是反恐吗？
我是要去哪里改？看到房间设定。嘿，我是几号？哦、我是二号啊，第一房车楼啊，还不知道。哎、欸，这个叉叉是什么？是没有遗言是不是？哦、对，我是没有遗言，此人不给遗言哦，这么屌、哦。哎呦，报名模式，很安静嘞。报名模式，报名模式开启了。哦，这样。OK 吗？啊，关掉。这样对吧？好，因为我是要第一晚就死掉了。哎、欸，干，你问我好，你问我几号是要加我好友，我不常上这个啦，不用加啦。啊，走。好，走。Go, go. go.啊，我是平民。嗯，狙他。OK， 这个讲平民的狙他，弄死他。狙他，快点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警察，我是警察。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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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坑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这绝对是这绝对是人恩怨，是人恩怨，是人恩怨。哎，我蘑菇皮王。哈哈哈哈哈！很正常啊。这个是真地不给玩游戏的。完蛋了！我才刚刚开心的说，我下去。下去，我下去了。怎么听到很大的风声呢、啊？我感受到、哦、特务保我。感觉警察有浪费到票哎、欸。嗯，有可能哦。对啊。让被票都查在我身上。原来奇乐的背景声音啊，还有都是我都关静音了。我还想说奇怪奶奶的鸟叫声。这个时间玩到早上喽。早上喽。又是一个精神时光屋的概念喽。完蛋了。哎，都全地好啦，可是为什么？没有，他这个没有人，不是投票的话，他会等到时间结束。不妙，超多观众哦，还好吧？没有吧？啊，我可以在观众屏打，坏哦，我会看观众屏打字。观众屏，对吧、啊？因为我的第二，我的第二个视窗可以看到，那是观察者啊。杀手是，哎，杀手，是吵架了。我是来看优越岛的，哇！哇！哎、欸，优越有你粉丝啊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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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精神啊！哇，他是精髓耶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是警察，十六号杀手。好。干你老子繁星！好。哎、欸。好。又我来查你了，宝贝。好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查你了，宝贝？我也是最爱查你。我跟你讲，为了我们吵架。你们吵架，听到他吵架，不是怎样？我们吵架、欸，我跟你吵架啦。他今天让你死，你晚上让他死啊！狙战就留他了啊，啊简单。对啊。哎、欸，狙击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有狙吗？有狙吗？有。哎，平民可以说话对不对？特务，看要保小鱼哦，不要保我，拜托。我。点他。那会不会针也扎在小鱼身上啊？哎、欸，狙击嘞？狙击等狙单吧，他可能在等狙单。不用等啦，刚刚就是说狂点啦。还狙五？来不及了啦，时间到了。哦不！狙十四，狙号狙十四，狙十四，狙十四。天哪，让我玩游戏吗？不要，走开！不要，走开！相信温玉啊！啊！你们真的相信温玉啊？啊，他这一场就说G14啊，看看吧。那是你说G14哎、欸。他讲G14我才跟着打的。好了，他真的是好人了。你们要找特务了，找不到特务就输了。回 YT。所以刚刚狙谁？狙冰山啊，冰山。专真情好白痴哦、喔。我冰冰他狙谁？特工还是能到。我太慢了。对啊，要找特工。迟钝了一秒。
说好的鞠呱呱呢？哎，这是儿愿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觉得说是老鞠保小鱼，有没有？小鱼没查到，他以为你保他对不对？对，他以为我保他吧？对啊。哎，优越吕月峰，你认识哦？没有啊，就杰克聊起来了哦。哇，他们也没投票，感觉大阪没有警察，感觉大阪也是警察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其实保镖就一直要点着小鱼，这样。也可以不用点。然后小鱼负责发言。不是，也可以不用点。因为小鱼可以遗言啊，警察还有四个。然后这时候就是要去找看看保杀手吧。我的玩法、啊、这时候就保杀手，找杀手保，他杀我就像这样子吗？哦。棒哦。